大家好，我们是东风的车手李德志，跟住来参加范先生的出道英雄喺排位赛排到第四，请大家支持一下。我是参加这次珠海半径三角的那个赛道英雄的29号车手蔡拉云，我参加的是3000cc改装组，目前排位是第三，希望能够在这次比赛里面取得好的成绩。
哇！以後只係蝴蝶標。係。頭先點啊？嗰、那個賽車嘅情況鬥得激唔激烈啊？點激烈啊？我都講唔出啦。總之就開心啦。係啊。我第幾啊？我第三。嚟自珠海嘅譚志超，動能車隊嘅。玩咩組別？2000cc 組別。係。贏咗咩？贏咗季軍。贏咗季軍。係。多謝。開心。開心開心。嚟自廣州的盧家樂是參加賽道英雄 2000cc 組攞了亞軍，咁就係代表準車隊嘅。哦 ，OK， 多謝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嚟自東莞嘅葉德志，我參加范志山嗰個賽道英雄，啱啱我嘅第二名，頭先俾住起步啊，連續過兩架車。啊，係啊，我排緊第四嘅，接到第二嘅起步，第一個彎就入第二，係好刺激。大家好，我是19號車手莫浩，今次 1600cc 我拿了第二名，今場比賽十分之激烈，因為有很多高手在這裡，能夠跟高手一起比賽是我榮幸。大家好，我是準車隊的江門車手左明文，今次拿到冠軍好開心，多謝大家。